其他的你可以做到修饰或打亮的。这钻石切面本身它是上下有切口，所以你可以混合到你的唇上下的唇形。举办的 party 真的非常多人，非常热闹。那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眼影盘，就是 Miko 的眼影盘。那这一盘呢叫做粉红海滩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颜色，它的颜色呢是非常流行好用的勃艮第酒红的色系。所以呢，你拥有这一盘，你就可以变化出非常多的眼妆。那它的粉质呢，一样有珠光跟雾面的，都是互相混搭，都非常好搭配使用。所以呢，如果你要考虑一盘新的眼影盘，可以参考看看这一盘哦。Hello， 我是朱轩，今天很高兴被邀请来我们 Look In 的派对现场。那现在呢，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是 Miko 的眼影盘，这盘呢叫做黄金海岸。那颜色呢，我觉得非常的实用，是非常实用的大地色哦。里面呢有珠光以及雾面的眼影，作为平常的妆容或是 OL 还是参加派对，我觉得都是非常实用。我觉得你一定要今年一定要购入一盒才可以哦。